来为您介绍其中两位女主角，首先由林小姐欢迎，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女主角，我们欢迎的是邵雨薇。好，今天大家穿着打扮非常的有一种您可能比较少见的时尚感，但这是对他们剧中来说还蛮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。对我来说，其实真的是最近的发生的事情，像接三立电视台这部戏，对我来说真的也是一念间。因为这个角色呢，它其实真的对我来说是我荧幕前接到的角色来说挑战最大的。是。那这个一念间其实对我来说是在决定，真的我做得到吗？嗯。可是那一念间说，我决定冲了，就是做好这个角色，怎么鸡排吃呢？拖的那一念间，可恶。就是其实我没有，我真的我以前就没有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给自己一段时间健身过。最接近的可能是可能跟朋友两个人同时爱上喜欢上一个女生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其实后来还是有追，一起追她。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也蛮值得回忆的。突然觉得当那个人是危险人物的时候，你那一念间直觉性告诉自己不应该爱的话，就不要爱了吧。我啦，可是以我真实的话呢，我也是这样子想，因为我常常发生一些很直觉性的，有觉得不对劲的。可是我当下如果又觉得说很叛逆反骨去做的话，其实那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，而且是浪费时间。我倒不如就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直觉，然后不该爱的人就放弃了吧。我不能爱的人，但是如果说可能。不好爱的人可能远距离吧，就真的是远距离的时候，你明知道我就是在这里，他就是在那里，然后两个人最后可能就是不会走在一起。但是虽然知道最后可能不会走在一起，但这过程中大家都很珍惜彼此这样。悲伤你哇，好精彩哦。悲伤我好了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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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妈妈逼死媳妇。那你要不要也来一下？对啊，妈妈又告诉我精神，最近微恙，身体微恙。有，还是有吃的很健康。对，虽然现在脑海又很不知道为什么，很紧张吧？因为今天这部戏真的让我的压力很大，跟很紧张的心。我才冒汗嘞！我现在觉得我刚刚那段很糗，可不可以剪掉？花50万来，50万。你中了凉。阿姨耶，阿姨，哎，啊，我得赶紧剪掉。